我依家做嘅音樂都係一啲比較 acoustic 啲啦，即係用一啲木吉他去創作嘅音樂。大家喺日常生活都會見到，即係我就係嗰一種嘅平凡人。咁我就係用我把口或者用我嘅歌聲去講一啲平凡嘅事。一輩子無限可能，為何每日如是，沿著原路慢行？车贴车，前面很近。你我他滞留大桥，满记亦强忍。但系呢啲平凡事嘅入边咧，亦都系有嘢可以俾你去谂到，或者有啲嘢可以俾你回味嘅。我都想即系，譬如藉住塞车，即系作为一个屯门人搭巴士嘅时候，成日都有呢个情况嘅，都希望可以将呢一件事擺入隻歌入邊啦，咁跟住就可能等一啲同路人都知道，唔係得佢一個塞嘅。正式做音樂人就應該係2017年到啦。有一次機緣巧合咁樣，咁我參加咗一個比賽，入咗決賽啦。咁跟住亦都好彩贏咗。嗰陣時就認識到我老闆啦，同埋做評判嘅謝真熙老師。喺我依家老闆鼓勵下咧，咁就不如試下全職做音樂啦。可能聽我講嘢，可能想瞓覺啊，想揼我啊，但係聽我唱歌，咦，好似你會聽喎，你會靜心咁聽喎。依家嘅創作過程咧，就有一種咧，就係我拿住支吉他，咁誒就咁彈啲嘢嘅啫，即係試下啲 chord 咁樣，然後咁砌下嘅時候咧，就啊咁樣好似幾正喎，咁咪哼啲嘢啦。其實最緊要係 chorus 啫。我覺得你可以將即係你寫歌個方向咧，將去揾到一句嘢俾人去記得，係你自己風格嘅一部分嚟，咁又唔應該劈咗佢唔要。依家加入咗大台主啦，咁出歌嘅時候咧，唔再係淨係自己話曬事，都要俾趙真熙老師聽下嘅。咁跟住佢亦都會有佢嘅 feedback 啦。咁可能我就要就住嗰啲 feedback 去再有一啲嘅改善，甚至係改成首唔要咁樣。即係啊，暫時好似未有，係啦，希望唔會有。好盡心血是多餘嗎？何苦到了又再怕？最長有一首歌就起碼大半年，由趙老師去監製，而我以為自己唱得幾好，係喺錄音嘅過程入邊先發現嘅。跟住經佢提醒啦，咁然後我就再慢慢去自己去即係睇到呢啲問題，係喎。咁你會唔會學下點樣創作呢個情歌？可能就喺我拍拖嘅一啲生活入面，即係有啲可能好細微嘅嘢，佢好平凡但係好 sweet 嘅。會唔會請阿希幫下手？呢方面嘅情感就可能都係我自己諗下就比較適合啲咁樣。踏破海，穿過山，窺探。如果一個近啲嘅未來咧，我就希望可以即係圍繞住我啦，可能有幾首歌，咁全部都係相關嘅，咁就可以做到一隻碟，咁跟住嗰隻碟就係可以讓到人哋認識到我嘅，就好似我嘅一張卡片咁樣。咁啊，未來一個遠大啲嘅目標或者理想就，其實我好想可以喺一個好萬人空巷的一個地方有一個自己的一個音樂會，整件事是全部都在我的掌握入邊嘅。我是想大家看住樂壇的時候，我不是那些遊離分子，一路數啲歌手的時候，跟住佢會數到我出嚟嘅。每天都專注目標趕路，還是會思索，我想不想到那彼岸？为何习惯困境里蹉跎？其实我想怎样？